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吹水，大胆预测 Supermax 的下一个 quarter report 季度业绩会是多少呀？首先说明这个真的是猜罢了啊，没有任何的一些基础，只是利用一些感觉来猜呀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啊。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吹水，大家聊天的一个猜猜吧的游戏。首先呢，它上个 quarter 呢是 revenue 是 1.5 billion， 赚大概是40多的 percent 的这个 margin， 大概还是有638 million 的这个 profit 呀、yeah。这一个呢，那时候它才没有被美这个业绩的时候呢，它还没有被美国 ban 啊，没有被加拿大。合约还没有终止 ,OK? 然后呢这样子讲啊，我再猜根据哈达跟 Costa 的这个业绩呢，我猜呢他的这个revenue 呢应该会跌一半。也就是说 ,0.5 的一半是 0.8, 啊 ,0.8 个 billion, 呀、yeah?但是呢，因为他被这个谁对这个CBP 美国的这个 custom 禁止卖给美国嘛，我猜呢，他这个 0.8 呢没有啦，再跌一半，大概是 0.4 billion， 对呀 ，so revenue 呢就是 0.4 billion 啊，我猜罢了啊。我是用这个逻辑来猜的，它的 profit margin 呢，因为它的这个被 bank 之类东西呢 ，utilization 之类东西呢，肯定我觉得应该也是，而且它要赔偿这个什么外劳嘛，我觉得它的 margin 肯定也是会跌很多呀。它之前这一个的时候大概是45，我觉得呢，它应该会才有 20% 的这个 net profit margin， 从0.4的 20% 多少？就是大概是80 million 呀、yeah, 这是我猜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少过100 million， 80到100左右呀、yeah, 但是猜的对不对不知道，我们要等他公布的时候才知道呀、yeah, 等着啦，这个真的是猜的哈啊，只是猜，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吹水聊天的一个猜猜游戏。Yeah, 这个月呢我们就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呀、yeah, 如果他超过100 million 呢，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比预期好吧呀、yeah, 如果有超过150 million 这个的话他股价就不跌了 ,OK? 如果是少过80 million 呢呀、yeah, 可能就会有戏了 ,OK? 可能会把整个情绪呢都会手套股的情绪呢都会影响到，但是我觉得只是会影响一下子罢了，很快的就会弹回去。我是讲整个手套股啊，我不是讲 Supermax 啊，我讲 Cosans、Hada 跟 Tokgraph 这几个呢，如果被他的这个业绩吓一下子，但是呢，应该很快呢就会弹回去的啊。因为你们要记得 ，Supermax 它的市场少掉的话，谁最得意 ？OK， 就是。其他的手套股公司就会得意呀，这个东西一想到的时候呢，就知道，哎，它业绩跌越多越好啊，让我的其他公司就抢到它市场 ，OK？ 你这样子想的话呢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很快的就弹回去了。当然，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我猜的，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这个猜呢是很不负责任的 ，OK？ 这个当然是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